迷幻王子林宥嘉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第三度公蛋开唱，甩开过去气质路线，优嘎又唱又跳，展现不同以往的动感。他要求歌迷不要太安静，跟着一起大声嗨唱。整场演唱会在天后蔡依林现身时达到最高潮，九令露出修长美腿，性感破表，两人合体演唱摇滚版的舞娘，声光效果迷幻全场。林宥嘉坦言，能和蔡依林合唱太兴奋，甚至可以将头发塞抖成九令最爱的韩星孔刘。我这半年除了合作的女生，除了我老婆以外，就是你了。真的假的？哦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这个选在这一趴邀请你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这一趴的头发是中分，有点像你最近喜欢的孔刘吗？你看到孔刘不会想要再拥抱一下吗？放下来看。没关系，还好我们最近在搬家，所以家里的算盘我已经都丢掉了。林宥嘉、丁文琪新婚不久，这次公蛋开唱也爱相随。丁文琪在台下看着老公演唱，如痴如醉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